好 YouTube 又 OKS， 好啦，今日系7月15日，星期四，咁我翻工已经嚟到差唔多 day 10啦个 placement， 而整体都非常之顺利。呢几日我都系即系翻工，星期二嗰日就因为呢个图书馆冇人啦，咁所以就冇翻。今日变咗半，咁今日星期就翻两日，咁变咗今日啦同听日翻嘅，咁啊星期四同星期五，即下個禮拜仲有多三日翻工，咁呢個 placement 都差唔多完啦。咁我今次都可以體驗到呢個 special library 嘅特色啦，同埋special library 個每日嘅日常嘅任務 task 要做啲乜嘢啦。而比起我平時喺學校接觸學校圖書館咧，係即係另一番嘅新意嚟嘅，另一番嘅任務啦，另一番體驗啦。另一番體驗係，咁然之後週末就都係預備翻工嘅嗰樣嘢啦。而呢幾日天口都好熱啦，咁所以大家都小心啦，咁就唔好熱得滯中暑啦，同埋戴口罩出街時候都唔好噏到塊面啦，噏到塊面即係熱痱啊，或者出暗瘡啲啦，咁都飲多啲水啊，或者飲多啲補涼涼啲嘅。可以補到嘅飲品啊，或者少少汽水都得嘅。咁好，下條片再見，拜拜。